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赞僧。愿印光大师是否见到了夏莲老的汇集本？红，没有见到。印光大师是一九四零年原籍的。 那时这个本子还没有最后定稿，中间经历了战乱，到抗战胜利后，这个本子才红传开的。你看，此经梅光羲序文写于一九四六年，有人说印光大师看过了，而且反对。 还摘录了文抄中几封信里的话，说是批评夏老的，这全是子虚乌有。我曾逐篇找到所谓印祖批评夏老的信的全文，才知道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。我想。 不管持什么观点，实事求是是做人的基本品格。为达目的而肆意歪曲真相，这不是佛门弟子所为。这种其东也与，一笑置之吧。愿您说的对。 引用一封信中的话，没有把上下文交代清楚，也不知对方问什么，很容易让人误会。红，说到这里了，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这部《印光大师全集净土法要》中的经法。 以尾篇，这件事关系重大。在今天，几乎所有反对下联老会基本的言论，都是将印光法师文钞中几封信里的话摘引出来，主要是给三位居士的信。 作为批判汇集本的证据，这其中的误会，我们必须要依据事实把它澄清。愿是啊，现在网络上好多文章都讲印光大师说的不能汇集佛经。 大师是净土宗十三祖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他老人家的话怎么能不可靠？所以很多人都不读汇集本了，不少人还跟着反对下老汇集的《无量寿经》。 印光大师的话肯定可靠，可今天的人是不是真能看懂大师的意思呢？如果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大师，那大师也觉得冤枉啊。许多人对印光大师信心特别大。 一听说大师反对汇集本，他们也就再不接受汇集本了，而且认为此事已成定谳，不必讨论，也不必怀疑的。印祖说的嘛，愿对我认识很多居士就是那么认为的。 红，凡事要认真研究后，才能下定论，不能预设立场。因为不对，所以不对，这不符合逻辑。文超，我一直很喜欢读，对此事其实早年我也有怀疑，但我没有感情用事。 我是心平气和，把关于印光大师在文钞中提及惠吉本的信件，通篇反复阅读，仔细思维，才发现，例如《法要以伪篇等》等诸多反对惠吉本的文章引用的印祖评论，其实。 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，这是心浮气躁、没好好读文抄的结果。我这么讲，可能很多人听了不服气，会和我争辩。我这也有文抄，今天我带你读一读印祖的话。 我们绝不回避任何问题，但一定要心平气和。你把法药和文钞都拿来，在架子上。问者起身，找到地上。今天，但凡说印光大师反对会辑本。 主要都援引大师给三位居士写的信，就是《附永嘉某居士书二》中间一段，《附王子立居士书》，《附高少林居士书三》末尾一段小字，主要就是这三种。愿是的。 我看到反对会集本的文章中，主要依据的就是《附永嘉某居士书二》中的话。洪对几乎所有反对者都引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法要。 乙尾篇一开篇，首先引用了这段文字。前面编者还自行加了标题“不可汇集佛经”。底下是印祖的话：“流通佛法，大非易事。翻译经论者，皆非了耳从事。” 古义场之中，有主义者、义语者、正义者、润文者，岂敢随心自裁？传布佛经，王龙书《大弥陀经》，自宋朝至明末，人多受持。 由云溪已犹有,有不恰当处，故此后渐就淹没。未成贯之学士不及龙书，其自认过于龙书，因人之机以施工，故亦为利，岂成贯超越龙书之上也？ 莲池上部流通往本，无才何敢流通未本？以启人妄改佛经之端，及辟佛之流，为佛经皆后人编造，除非真实从佛国一来者。读到此，你有什么感觉？ 愿印光大师是说了不该流通为本，也说了不能随心自裁传布佛经，怕后人效友，这好像就是在反对汇集佛经呀。红，你别急，我再念。 然此经此论，若真修上士观之，以大有益；以淡取其意而不染其弊。若下士观之，则未得其意，先受其损；以徒效其改经赤骨之谦。 不法其直接专精之行耳。你听这段又有什么感觉？愿好像大师又不是全盘否定，认为对真修行人也大有益处。红，我问问你。 大师如果是反对汇集的《无量寿经》，那么此处说的“此经”“此论”，“此经”是指《无量寿经》，那么“此论”又是指什么？愿一时语塞。红，我这回在文抄中。 找到这封信的原文，你看看大师这封信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，这封《复永嘉某居士书二》，大师根本不是在谈该不该汇集佛经的事，其用意。 也不再反对魏源会集本，那是断章取义之后给读者的错觉。这封信以及之后大师又再给这位居士写的三封信，核心都是在讲述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反对弥陀中论。 这是大师的本意所在。愿不是谈会集。那么，《弥陀中论》是怎样一部著作？弘这部论现在单行本可能没有流通了。我找人打印了一份，就是这几页。 案头拿起，这是清末居士王庚新写的。他父亲叫王梅署，印光大师多次批评魏本，主要原因其实就出在这父子二人身上。这部论全名叫《佛说》。 《摩诃阿弥陀经中论》是王更新撰写的一部阐释净土法门修行的论文。他这部论前面是魏源的汇集本经文，后面是他自己的文字。实在说，后面的论意。 和魏本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，都是他个人的见解。他这个论分六章，第一章里面说了一件事，我看了才恍悟，为什么印祖几次谈到魏本不好。原来这个本子是经过了王更新之父。 王梅熟篡改的，他的论上说了：“同志忠先是负梅熟公常言，未使经文足以冠冕大部诸经，而当校正者犹有,有数事：一曰正名，二曰正事，其余文字。” 以上有可译者，因博考众本，手字叫雠。王梅署把《无量寿经》名改了，叫《摩诃阿弥陀经》，又把文字改了很多。其实这个本子已经在魏公末后，经过周某改了。 王梅熟又改，你可以想见这一本已经改的面目全非了。后来世间流通的版本就是王梅熟的删改本。王更新这部论充满了错谬和邪见，他说自己得到扬州醒医大师真传。 已经正得了三昧，认为行医大师是古今第一大善知识，连莲池大师的书抄、偶益大师的要解，他都批评与精义背驰，这个傲慢的不得了。王更新自言。 少成家学，他的邪见根深，恐怕和其父也不无关系。所以，其父王梅熟山削的汇集本怎么能流通？这是印祖说魏本不可依从的根本原因。魏元学士。 已经不如龙书，在经过两个人的随心自裁，这个本子不能读了。愿如此说来，这封复永嘉某居士书二，目的就是反对中论了。红，对，就这一个目的。 某居士其实叫周梦游，怎么知道呢？在大师给丁福宝的信中谈到此事了。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去看那封信文抄中和周相关的内容还不少。周氏兄弟。 二人都学佛，周群征、周梦游、周梦游给大师写信，认为《中论》很好。印光大师于是连写了四封信，详细陈述了《中论》的过失，一辟不行，还要再辟三辟。 四辟，这在整部文抄中都罕见。大师从多方面指出这篇论的错谬，说魏本不能流通，也是大师为了否定中论，多管齐下的一种举措。 毕竟《中论》是把为本放在前面，当作招牌，虽然后面和此经没什么关系。你看看文超，我找到傅永嘉某居士书二，咱们读读原文。翻开，找到《弥陀中论》。 若经若论，皆有功于敬业行人；亦有启后人妄作排骨之端，其过殊非浅浅。当取其闭关专修之法，其所谓自匡庐创建连宗以来，无疑是经义者。 其亲正三昧，唯一醒一大师，皆其偏见局论，最为轻渺古德，开我慢之道，邀来者共游，岂非谤法谤僧？而其所以作此说者，实欲露出自己。 乃亲得圣师真传，实为敬宗第一功臣而已。至于只赤子格、格云溪、偶益等，是张其少见少闻，不达如来全识法门，欲以己之一机为准，愿。 云溪是莲池大师，子格是谁？红，子格指的是唐代飞席大师，写《念佛三昧宝王论》的大德。继续念：如古得位得鸟者，往之一目。 不可以一目为网，治国者功在一人；不可以一人为国。王更新绝欲以一目为网，一人为国，发而为论，剖字今章，犹是少年时空负高心。 不可一世之狂态，未及眼观二奇，亦有所证，断难取信。何以言之？正三昧人，非不开议论之辩口，但心平气和，唯理事上。 若彼所论，多皆今己赤人，乃兼白同意辨士之言，非气理气机决定之论也。纵然有功，吾不敢向人赞叹，令其受持流通也。 下面就是流通佛法大非易事这一段，说未成冠不及王龙书这一段，上下文一连起来，你就晓得大师是在批驳中论的。下面还有一小段。 大师赞叹被王更新批评的《弥陀要解》是古来《弥陀经》第一注解，而王更新却大胆妄评，这是以荧光而教日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习哉，王生！ 何苦如此？再有一句话，此信就结束了。这封信本来就不是谈汇集佛经的事。后面三封信，大师又连续批驳中论，未本压，汇集压，根本连一个字都没再提了。 大师用意原本不在此嘛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看不懂的舍本逐末，死在句下。这样的人太多了，有时你和他解释，他还硬不认账，这个也没办法。愿。 原来大师提及魏本，是为了更有力的驳倒赞成中论的周梦游。红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学祖师的东西要学员学透，学一部文超要真正认识印光大师。 这部书起码读上三十遍。大师说话的风格是什么？语言习惯如何？他的用心在哪里？这得需要静下心，慢慢研究体会。如果大师真正反对一部著作， 认为他会贻误众生，大师会怎么说？你熟读这部文超就会知道。拿中论来说吧，大师在给丁福宝的信中是这么讲的：翻到念王更新弥陀中论。 不是如来全识法门，不是众生根基差别。凡有与己不合者，皆指之为物。莫杀千五百年善知识，独推意醒一大师，以贤己之由圣师传得佛真宗。 虽曰弘法，实复坏乱佛法，贻误众人之身弊，其书断断不可流通。这是大师的批驳之语。下面大师也说了他向周梦游驳斥《中论》的前后经过，我们读了。 就更明白大师《复永嘉某居士书》的本来意旨是什么。大师说：“周梦游曾向光赞其痛切，光略说其弊，彼犹不死心，遂寄其书来。光塑造失目之夜。” 今敢仍导此辙，遂即陈其弊，必犹未能尽信。将光之书寄徐渭如，魏如为光所批判，具有特事，因将阳人山博与见记梦游将彼此说一并见世。 故知印光实非一说，而人山先生博语多在文言，印光博语多在大体及心病耳。流通佛法，大非易事，需求气理气机。 断断不可失心自立，今其炫逸，以取悦一时心学之见而已。你看了这段，就全明白了吧？朱梦游读了《中论》，向印光大师赞扬这部论痛切。大师回信批驳。 也就是上面讲的略说其弊，《复永嘉某居士书二》的内容，周并未完全接受。大师又在修书集陈其弊，周收到信后，把大师博语寄给徐渭如居士。 徐则赞同大师的批驳，因此将杨人山老居士对《中论》的批评寄给周，周又转寄给印光大师，就是这么一段因缘。和汇集本呀，能不能汇集佛经呀，没有丝毫关系。 愿杨仁山居士不是唱印未墨生的本子吗？他也反对中论。红，是的，所以更说明中论的问题在王更新和汇集本没什么关系。印光大师说。 洋人老对《中论》的批评，主要是针对其内容中佛学概念上的错误和混乱。这部分你可以去查阅洋人山居士文集，有这篇文字。大师对《中论》的批评。 是直指王更新个人的邪见，大师一片苦心，要体会呀、啊。愿这部论应该没有流通开吧？红日本人修续藏经收进去了，续藏经。 专收录六朝唐宋以来未入藏的佛书，数量很大，可见地上把关就太不严格了。日本人把藏经当成文献丛书编，不像中国古德修藏时那么严谨，因此这部论。 也就保存下来了。远，那可能还会误导后人。红，很有可能。印光大师虽然多次大力批驳，可是今天一部分自命为大师追随者的大德。 都将矛头指向惠吉本，谁也不提中论及王更新。现今像王更新这样的人，我们佛门不少啊。王更新抹杀千五百年善知识，连耻偶意都不放在眼里。 像今天台湾的萧平石不就如此吗？批判古今所有高僧大德，这种邪师今天大有人在呀、啊。印光大师说王庚：“王更新入道之要未能十分明了，便任意操笔。” 四开大口，抹煞一切；虽有弘法之心，实任坏法之旧。此皆由不亲近明眼之士，即反心自问二病所致。如果认真学习大师批驳中论及王的内容。 能对今日的学佛人有很大的警示和借鉴。患上亡生心病的人，或许有一部分可以回头，这个利益就很大。可惜现在没有什么人对大师批驳中论的文字和深意去宣扬发挥。 很是遗憾，今天的四众弟子都不知此事，会集本的事却沸沸扬扬，穷追猛打的，这是不是也可以认定为王生心病的一种症状呢？远是啊。 我自己连《弥陀中论》是什么都不清楚，更不知道印光大师在严厉批驳此论。弘不但是中论，凡是大师认为对众生有害的，大师一定不喜笔墨，痛陈其弊。 你读文超像《自知录》这本邪书，文超中批判了多少次？大师连烧之功德无量无边这种话都说了，像念佛四大要诀、会命经这类有问题的东西，大师都明白指出，毫不客气。 绝对不可能用小字在信尾标注一下就完了。你通读、熟读文超才能了解印祖。愿您说用小字注出，是指附高少林居士书后面提到未本的事吧？红。 文钞中有四封给高少林的信，都是大师为其开示修行的。第三封末后有一行自助小字：“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，一名十六观经，此名净土三经。” 家普贤行愿品，明净土四经。访单中有净土四经一本，其无量寿经喜未成冠薛山，有一于经增益，理虽有益，事实大错，不可依从。 这是大师在信末用小字加的注，不过在文钞中是小字，到了法要中就变成了大字。而且大师是在说魏本不可依从。我们说了，魏本经过了好几次削山增益，问题极多。 大师不让高读未本，这是决定正确的。但大师此处并非在谈汇集佛经的事。大师原话理虽有意，事实大错，在法要中被改成汇集佛经，事实大错。 并用为这段文字的标题。愿给高的四封信，内容是否涉及汇集佛经的事？红完全没有，大师真正提及无量寿经五种译本及王位两种汇集本。 是在《父王子立居士书》中，翻到大师给王子立写了三封信。王子立认为《无量寿经》一本多，应该到海外去找梵文原本，让当时的梵文专家学者重译。大师训斥他。 不可妄说过分大话。说你要据范本，范本不是铁铸的，须有能分别范本文意或的确，或传久讹谬之至眼，方可易经。然非一人所能。大师说：“你找到范本也不行。” 范本不是铁铸的，我们提过了，《古德易经》范本差别很大，《无量寿经》就是如此。像《无量寿经》诸译本之间的巨大差异，恐怕不是范本抄错遗漏那么简单，而是世尊在世。 多次宣讲的缘故，既是范本有多种，你把范本找到，也解决不了无量受经诸义参差的问题。而且古时易经大德有学还有证，具有大师说的智眼。大师反问：今天哪有这种人才？ 大师说：“王子立把翻译经典完全认作外国人异化，认为只要识得外国文就好做译人，这种见识太浅薄了。”大师严厉批评他：“这种妄话，切勿再说。”第一封信就是说这些。 之后，王子立又问关于《无量寿经》五种译本的具体情况，大师二次写信详细介绍。文中大师提到，又有赵宋王龙书居士会前二译及第三译，并第五赵宋译四部。 取药录之，名《大阿弥陀经》，当时大兴，后因莲池大师指其有不衣经文之师，从此便无人受持。大藏内有此经，各流通处均不流通。有位另有一种者，即此经也。 这段文是介绍王龙书汇集本，因为王子立问话中提到了他听说五义之外另有一种无量寿经，不知何指。大师答之：“有为另有一种者，即此经也。”这完全是回答王子立的问题。 并不是大师自己主动提出对该不该汇集佛经进行什么讨论。这封信中连大师本人对王本的评论都没有。王子立接信后，再问大师。 信中提及莲池大师指出王本有不衣经文之诗，这具体指什么？并问魏本教王本如何？大师收信后一一作答。大师指出王龙书死值三倍及九品，此事其错误根本。 这部分我们前面也已经谈过了。最后大师说：“习王室不按本经文义，而据观经，应污蔑善人为恶人，竟以恶人为判断。王室尚有此诗，后人可妄冲通家乎？” 既有无量受精和无世生世王室之物，莲池大师指出，尚未说其何以如此，今未说其所以有死值三倍及九品也。书此一以见会疾之难，一以度后人之望。 未莫深，更不必言矣。胆大心粗，不足为训。这就是大师真正批评王位两本的话。整部文抄真正批评王位两本的，其实就这一段。既有无量寿经。 和无事生事这句话也是出自于此，很多人没看明白，把这句话误解成大师反对汇集佛经。愿这一段大师说王龙书的根本错误是死值三倍及九品，这违背了经义。 并没说王的根本错误是汇集佛经。红，是的，大师说书此可以看出汇集之难，可并没说汇集之物，汇集不可，汇集有罪，没说。整部文抄三编中。 没有一句不可汇集这几个字。纵然大师批评了王位两本，可说话也十分有分寸。设若大师真正反对某一部著作，在文抄中的口气绝不是如此。父、王子弟、居士书三通。 全是因问作答的文字，篇幅不长。印祖生前也没有刊行过。这是第三编的内容，不是印祖本人审定的。如果王子立不举重译佛经之意，连后面两封信都不会有。 要静下心来，仔细理解文意呀、啊。远文抄中还有其他提及汇集本的地方吗？红再也没有了，就这三种。远在打开法药地上，您看。 乙尾篇里面还提到一处《抚胡宅范居士书》三中一段话。红，你是说标题是“不可篡改经题”那一小段吗？那是法要编者看错了。你看原文，既欲立人，当依经文。 无量寿经何可作大阿弥陀经？大藏中原有无义之阿弥陀经，又有宋王龙书所教之大阿弥陀经。若作大阿弥陀经，则令人不知旧为何经，名字万不可改。 改则久迷其源，居士序中稍有不圆满处，见为改窜。印光大师说，胡宅范在给他人著作写的序言中，把《无量寿经》称为《大阿弥陀经》，大师说不能这么称。 因为藏中有同名的或名字相近的经，如此就分不清你说的是哪一部了。这是指出无宅犯的不当之笔，上下文意思很清楚，都不必去查原文。我还是查了一下原文。 胡是给一部佛经白话解作序，《法要》编者误认为印光大师是批评王龙书把《无量寿经》改成《大阿弥陀经》，这是把文字看错了。本来粗通文理都不会搞错的，编者反对会辑本的心过于急切。 没有认真研究，远确实搞错了。弘法要中还有一处也弄错了。以尾篇中引用《赴康济尧居士书四》一句话：“往生咒句，龙书依藏作句。” 前人为藏本离破，其句故不可依，当照流通本念为是耳。这一段是说，《龙书净土文》中所录的往生咒是用的大藏经中的版本，不好念。大师说，还是依流通本比较好。 其实字都一样，断句不同。现在印的净土文都依大师说的改了。这一段和汇集本更没关系，连对王龙书的批评都算不上。法要编者又以为印光大师在说王龙书的汇集本有问题。 看都不多看就摘录下来，请问《无量寿经》里哪有往生咒啊？法要编者真的太急躁了，未能如印祖所讲，心平气和，唯理事上，而是任意操笔，四开大口。 这是轻率不负责的，此中因果责任是很严重的，怕是其没有想过的。愿原来这种很多大寺院都在流通的书，也有如此多的不实之处。红印证者。 也是有因果的。印书赠书，自己要先审查，里面有谬误，印者送者也有过失。通过读这几封信，我们看到偌大一部文钞，只有那么几处提到汇集本。现在有人大肆渲染。 说印祖生前竭力反对汇辑本，反对汇辑是印祖生前一项伟业，这岂不是笑谈？明明是他自己反对，却要假印祖之口。印祖在《简模变异录》的重科序中。 一开篇第一句就是：学道之人，居心立行，必须至直中正，不可有丝毫偏私委屈之相。某些人说，汇集佛经，历代祖师皆不许可，古德今师不许汇集。 印祖生前竭力反对这些观点，分明出于己意，硬要冠以祖师之名，这是不是违背了印祖至直中正的教诲？愿确实反对会集本的声音、言语、措辞。 一般都比较激烈，很多是针对人的，一来就是邪说魔说，听了叫人不太舒服。而佛门中的前辈长老们，没有一两位出来说的，中青年的法师居士比较多。 看他们的言论，我想到一句古语：“少年轻狂。”红，你是否留意到，反对汇集本无量受经者所引用的印祖之语，无一例外是出自给某某居士的书信。 古德接引众生，无非应病与药。黄叶只提，见此人如此说，见彼人又如此说，这十分平常。印光大师常在书信中对居士说：“不可出家，可遇到有缘之事。” 不但听许其出家，还帮其择定剃度师。这本法要中就收录了一篇后来去了台湾的惠三法师的文章。印光大师许我出家，你若认定大师不许天下人出家。 大师岂不成了断绝僧种之罪人？祖师应机说法，众生随类得解。倘惠集本有如是大害，贻误苍生，需剿灭殆尽。大师何不单著一论，曰《惠极佛经大错论》？ 流通于世，岂不是功效显著？也不必辛苦法药的编者，必于一封封信中检索只言片语。大师平生并未单独著一文一论谈及于此。祖师说的话，听的人会不会听？ 这个很重要，比如莲池大师批评过龙书，那么玄奘大师也曾批评过鸠摩罗什大师《易经》布衣范本。如此说，罗什大师所译的经就都弃之不用了吗？南宋时，林继宗祖师。 大会宗稿贬曹洞宗禅法为莫照邪禅，曹洞宗就该绝传吗？天台宗历史上有山家山外之争，藏传佛教格鲁派和我们宁马派也有很多辩论。从文字上看去。 几乎水火不容。其实各派大德高僧们都彼此尊重，教法都传承不断。祖师的话有密意呀。愿您说的对，祖师的话要能听出话外之音，汇集佛经。 其实，印光大师认为，最有可能造成的流弊是其后人妄改经文，以及谤佛的人称佛经是伪造的。红，我们今天说这么多，是针对现在有关汇集佛经一事中的误会进行解析。 我们并不是在提倡和鼓励后人都去汇集佛经，汇集经典有很多前提，不是轻易去做的。契机气理的汇集，并非是印光大师说的随心自裁，妄改佛经。 如果会集是妄改，那么从之前居士、知敏度法师到慧严、慧观、僧旧等法师，都是妄改佛经的。为会集本《大涅盘经》做著书的天台祖师们，也都是妄改佛经的支持者了。 唱印魏源汇集本的洋人山居士，开讲过下联老汇集本的慈州法师，传播汇集本的律行法师等，也都是罪人了。连印光大师本人也两次给汇集本《药师经》作序，那么印祖。 也是推崇妄改佛经的印祖说，《药师经》中加上去的段落气理气机，他老人家这种赞叹，是不是也有启后人去改经之嫌？如果汇集本是妄改的佛经，那么。 应该先把南本大涅盘经、天品法华、何不经、光明经、流通本药师经，通通扫除干净，不要在佛门中保留才对。为什么单单对无量寿经发难？印祖。 在汇集本《药师经序》中说：“合之则称悦佛心，离之则有缺化导。”前人此举可谓气理气机。如果按《法药以尾篇,篇》中的标题，《汇集佛经事实大错》，那么。 印祖此话也成大错了，妄改一事。今天确实真有，我遇见过某居士发心印《法华》，这本是好事，可他自认为经文中有的话错了，要根据他的想法改动之后再印。他对。 谁劝也不听，我劝他不要如此，他便发火了。这真是可怕！此经印出来，多少人跟着错念，因果不爽，这个罪太大了。这种妄改末法时代真有，以后再出现。 也不足为奇，就是这个时代，没办法。如果今后真有人以凡夫之见妄改佛经，说是前人可以，我为什么不行？那他早地狱业，可是谁管得了他？我没办法。 我怎么改你管不着，现代社会平等自由嘛。愿，其实夏老的汇集本前面已经老老实实标明，这是武义的汇集，承认不是范文原意。如果谁实在不接受。 也可以不去念，五种原意就收在藏中，也不是说有了汇集本就废弃了原意，这和编造佛经根本是两回事。红和经一事，本来自古就有，其过程极为严谨。 并且公诸于世，《夏莲老》这一本经过了教内大善之识的印证，不是妄改，不是编造。话又说回来，今天的佛经，在现代搞学术的专家眼里，都是假的，《华严》《法华》言《楞严》。 这样甚深的经典，还有不少学者说是后人编造的。不是有个学者吕秋意写了《楞严白尾吗？他认定《楞严经》《大乘起信论》都是中国古人编造的。我记得《楞严白尾一开头说。 人王为也，饭王为也，起信为也，缘觉为也，战茶为也。你看，还有什么是真的？现代人都迷信科学，相信考据，本身就无理可讲了，用不着汇集本出世。 现代头脑的学者及其信徒们，也不相信佛经的真实性。汇集的经典根本目的，就是给具信的四众弟子修持诵读、依之奉行的，不是送与学者、专家们搞学术研究的。愿。 我倒是看到一些法师、居士拿出学术考证的精神来，对照五个译本，逐字逐句去研究批判夏老的汇集本，说这一句不妥，那个词不对，可真是下功夫了。红。 这种文章我也看过，我觉得某些大德如果时间很充裕，应该逐字逐句推敲一下那些傍佛遗骨的学者们的著作，这样似乎还有点意义。这些大德的批判。 也不知道他们是先发现了所谓的问题，于是反对汇集，还是因为自己反对汇集才去寻找这些问题？这类文字，我现在根本不去看它。我建议你回去，也劝大家不要看，欲加之罪。 何患无辞？如果要逐字逐句批判，先用不着批判夏莲老，先批判鸠摩罗什大师吧。如果你逐字逐句对照罗什大师和玄奘大师两个人同一部经的译本。 按那些大德们的标准和逻辑，罗什大师的本子都不要看了。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：玄奘大师译的《金刚经》中一句话，乃至如来应正等觉，能以最胜摄受，摄受诸菩萨摩诃萨。 寂经大师一本为如来应正等觉，能以最胜利益译诸菩萨。罗什大师就一句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究竟哪一意最恰当呢？罗什大师易经常本着。 一意不一语的原则，在不为经意的情况下，对文具进行加工提炼，使之简洁流畅，深契东土众生根基。弥陀经中十方佛赞叹，罗什大师山成六方佛。 但其译本却依然流通极广。罗什大师是及后图皮，舌根不坏，所以经典传译最重要的是上气如来之意，下气众生之机。南本大涅盘经。 改了好多原经的话，可是后来天台祖师就注释这一本。他们据演了、啊。西方却指中的觉明妙行菩萨，是在积坛中开示净土法门的。宝华山极光律师听到开示中一迹。 就马上向西方顶礼。印光大师最反对伏击，但也认可觉明妙行菩萨不是假的。祖师们听得懂，今天人听不懂。如果没有祖师印证。 你现在拿觉明妙行菩萨的偈颂给反对下联公会集本的大德们看，说是积坛中来的，恐怕他们又是护教之心高涨，要大张其口做狮子吼了。愿。 历史上，其实很多祖师或经论，在教内当时也得不到认同，但后来却证明利了无量众生，这种公案也不少吧？红，是的，法华会上。 还有五千人不接受而退席呢，那是佛说法呀。龙树菩萨出世，广演大成，著《龙树六论》等大成论点，许多小城比丘说这些是魔说。 达摩祖师来东土传佛心印，还有教下的三藏法师毒害他。道生法师讲《涅盘经》，当时教内反对，说他胡讲，赶他走。他没办法，给石头讲经去了。生公说法。 万石点头，就这么来的。后来经文不全之处传译过来，大家才知道他了不起。六祖大师一生都遭人诽谤，元籍之后也有很多人抵制他的教法。襄阳大会上。 他的弟子菏泽神会禅师，因为宣扬南宗，差点丢了性命，化妆成商人逃出来的。可六祖的顿教法门，终于一花五叶，祖道流芳。百丈淮海禅师制定丛林清规。 出家人要耕种劳作，自给自足。很多律宗大德说他是魔，因为戒律上明文规定，比丘耕田是邪命。但是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的农禅家风，最终是流传千载。 藏传佛教，我们宁玛派的祖师麦鹏仁波切生前也有很多格鲁派寺院反对他，说他的著作是邪说。到现今，他是藏地各教派公认的大成就者，几乎所有宁玛派弟子。 都受其法乳的浸润。印光大师今天是莲宗十三祖，四众弟子都仰慕至极。可在世时，也被不少教内革新派称为第一魔王呀。下联：老慧集的无量寿经。 很多人一见就生欢喜，有赞叹是古今第一善本的，有嘱咐快印的，有开讲做科判的，有发愿终生持诵的。像已故的上海正颂英岛居士，见到该本后写文章说。 下联老的汇集是功德为巍,巍。又比如，现在著名佛教学者陈斌教授在一访黄念老一文中说，他看到大经解，拜读之下深受启意，赞为近代经书中一流之作。 可有些大德则不然，一见到下莲老的汇集本，就怒不可遏，真是恨不灭除如瓦碎，说下世以一介凡夫造作赝品，这是胡编乱造，毁佛灭法等等如何？ 这也没法子。佛在楞伽经上说：“外境悉非有，心变种种相。”无助菩萨设大乘论上说：“鬼、旁生、人、天，各随其所应，等是心力故，许亦非真实。” 众生业力不同，所见境也不同。善心比丘给佛当了十二年侍者，也没看出佛有什么功德，最后谤佛堕地狱。世尊成道，大菩萨们见到佛陀是坐在无比庄严的金刚座上。 一般凡夫二成，只是见到佛在一堆草上打坐而已，世间上也一样。张苍毁孟子，阳货轻重泥，他们看不到圣人有什么了不起。有些事我们没法去强辩。 要求对方接受。我再讲一件事：虚云老和尚五十年代到了北京，住席广化寺，曾和下联居老居士有一会。虚老十分欢喜，说：“想不到在北方能遇到如是大善之士。” 虚老这么讲的，其中的道理我不想再多说了。一些事情，时间会做出最公正的抉择，你慢慢体会吧。愿那些对《夏公汇集本》口诛笔伐者。 他们也自认为在护持正法呀。红《弘无量寿经汇集本》，自南宋王龙书居士始，当时四众皆欢喜受持。流传到明末，方有莲池大师批评一句：“超前助后。” 这才渐受冷落，数百年间，并没有见到如今人反对下本这种声势浩大的讨伐。彼时教内莫非没有一位明眼善知识，竟无人出头对王本提出异议？何经一事？ 从三国之谦居士开始，至晋至南北朝至隋皆有所汇集的佛经有多部还在藏中。这千余年间，佛门中难道没有一个人有护教之心，出来反对佛经汇集？ 一定要等到今日的护法菩萨们出世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做中流之砥柱，对伪经邪法进行讨伐。借用印祖一句话，可能有点不客气，就是“欲做千古第一高人”。 以护教为旗号，以显己之博学而能甄别真伪也。这种护教最终达到的效果，是令无数众生对圆满的无量寿经版本丧失信心。 对弘扬此经的大德高僧丧失信心，无量寿经已尘封大藏千年，在尘封道教法灭尽方称比心。愿听了师父详细讲解，才知道。 其中有这么多误会，如果不是师父把前前后后的因缘逐一阐明，像我这样入佛门时间还不长的人，哪里知道？现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在佛门内流传很多。 遇不到明眼善知识指点，真会走错路。幸亏师傅谙熟佛教历史典故，澄清了事实，不然自己道听途说，可能会造下重罪。师傅，其实我读了这本法要。 看了编此书的法师写的看后语，觉得他出发心也是好的，很有道心的。可能也是对汇集佛经的事了解不深入，听到一些诽谤误传就跟着附和，并非恶意谤法。 我看此书前面很多内容选取还是不错的。对您今天谈的，可能他以前也从没听过。红，我说话可能有些地方不中听，但我没有和谁争辩。 我攻击哪个人的意思？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其实我也很想见到编这部书的法师，当面把其中的误会解释给他听。如果这位上座能了解真相，对他编的书进行修订。 那就善莫大焉了。假如他再能撰文，把我的讲述告知佛门四众，可能反对下联老会集本的声音就会大大减少了。愿心中的疑团一解开。 如释重负，轻松了好多。今天我对汇集佛经一事的来龙去脉有了大概的了解。汇集佛经，肇始自三国时之千居士，从晋至隋。 有多种汇集本佛经出现，《无量寿经的》的汇集本是随着净土法门的兴盛而应现世间的，由南宋王隆书居士首先汇集，至明末莲池大师。 指出了王本的不足，继而由晚清的魏默深汇集以救王之师，印光大师对魏本又提出批评。民国再出下联居老居士汇集本，忠贞圆满，环环相扣。 如同佛菩萨安排好的一样，其中的玄机，我现在有了少分的体悟。今天受益太大了，我回去一定把师父的开示尽量转述给更多的同修，希望他们。 都能消除疑虑，坚定信心。我现在相信，下莲老的汇集本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》，一定会引领无量无边的末法众生。 出离浊世，莲花化生。红下联公有一个“记”字，此是净宗第一经。降该圆顿扩三成。 若非素执福兼会，虽欲赞文亦不能。莲宫开启的这个甚深的一福藏，是留给末法众生的无价珍宝，望你一门深入。 认真休息。愿谢谢师傅开示，我记下了。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疑问，希望您能框谬正额。可时间不早了，我改日再问吧。打扰您修行了。 红，开始谈不到，我所知甚少，不敢妄充通家。今天晚了，你就住到南边仁泽师茅棚里，有问题明天再问吧。愿，好的。 阿弥陀佛，红，阿弥陀佛。 No.